迄搭特别有意义的红包是啥物？挂起来。你直接给我问了。真的，代表你接受我，你不是说过，在我的拍卖会结束了后，给你一个答案，我现在就回答你。我是你姐的 Rose。是嘞，一凡，为了报仇，我敢来当做一个无情的人。刘佳伟，你讲你这世人哪会把我念条条，无法度入去吧？好啊，我就让你知影，你的下场是啥。你等你看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大家是啥物模样。加上你回来的人是谁？这是一个朋友啊。您拄则讲的话，我拢有听着。伊毋但是你的朋友，阁是一个。无毋对，伊是谢亚军的爸爸。今日我去只是交往。你要跟伊交往？你真正要去做蔡振祥跟谢亚军的后母？你为着要报复伊，定有笨手？去跟一个会当做你爸爸的人做伙，牺牲你自己人的幸福？你安尼做，敢有记得啦？当然有。爸，我是惊代志袂收煞，才会叫你学收伊做客栈的囝。结果，你竟然伫个媒体面头就公开追求伊，你到底是对你下啥物蛊啊？亚军，当初你甲振祥要交往的时阵，我敢有阻挡你？无啊，迄就表示讲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所以即马同款啦，我嘛希望你尊重恁爸爸的选择，好不？爸，无同款。那个查某真正不是真心的对待你。你喜欢那边的纠缠吗？你敢真正希望恁爸爸一世人寂寞，到老拢无人陪伴是？爸，你找啥人拢不要紧，就是袂当找那个查某。偏偏我就是要第一啦，什么人我拢无爱，有听无？好。你即马搁知影我是恁爸爸吼？哎，我的代志你就卖管。不过一点吼，我跟恁讲哦。免去找肉身麻烦，有听吧？嗯，我袂管。志尚，你有听到无？我爸竟然叫我袂当去找迄个小查某麻烦。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我爸毋捌对我安尼讲话，伊竟然为着迄个小查某安尼甲我讲话，真正是。你慢点，拢是因为你啦，那不是因为你哦，我才抓到那个小查某，就是你害的啦。